十。少年家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有请各位在所有的来宾，向我们左右的朋友互道恭喜，新年快乐。首先感谢各位来宾，今天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2016年。玉红腾龙气元宵的活动会场，现在我们为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今天各位看到现场非常热烈，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活动，可以看到我们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我们要恢复以前我们大千戏院、龙鱼戏院在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的元宵节、春节时候的那热闹活动。我们这次活动缘起于我们53年的春节时候，咱桃霞老街就是咱妈祖娘家附近的所在，有一个可爱又童真又创意的莺歌流，其实跟草神龙一样的啊，草神龙，我们就用一个破本机，一个竹菜龙，一个竹篱笆，还有加上你的竹竿，当然舞龙要有竹竿。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只草神，然后就可以再怎么样呢？就可以舞动成龙，在我们的头城镇内向我们店家来拜年贺岁提亲。我们陈以军老师在他的一本书上面特别写到，就是我们这本的同纬上河图，各位去看31页开始啊，30页开始，这里面的书本的主角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徐锡兰先生，你在会长，我们起立跟大家挥挥手一下。徐锡兰先生在